阿健，这是网络上哦最火红、最难买的凤梨酥啊！我特地去排了一个多小时啊，买来给你跟阿姨吃。如果你们喜欢哦，我再去买。你工作那么忙，还特地浪费这个时间去买什么伴手礼啊？阿健，你也知道我是领人家薪水的啊。那天聚会哦，我工作真的太忙，走不开，没去。我真的心里过意不去啦，文婷跟我说今天阿姨要亲自下厨，哎，所以我排除万难就一定要回来。说起来啊，文婷最贴心的，来喝茶。阿姐谢谢，也多亏有你帮明芳的忙。没有啦，这是应该的啊。文婷，去看看阿姨要不要帮忙啊？我去厨房看一下，你们慢慢聊哦。快去快去啊！明芳阿姨，我来帮你。阿姐，我常常跟文婷说，在阿姐幸福，我们做儿女的应该都要感到开心。我也跟文婷说，叫她吼就牵牵大姐，叫大姐。不要再惹阿姐生气了。听你这么说，我很安慰。来，喝茶。谢谢阿姐。然后可以开始调味，加一点酱油跟米酒。这样够吗？可以。可以加一颗蛋，蛋呢可以让那个肉吃起来更滑。可以帮他按摩一下，这样子吗？有点粘稠感的质地，对对对对。文婷，你就是我的救星哎，有你在我就安心多了。哎，不瞒你说，我昨天晚上紧张到都睡不着。可以了，更粘稠。阿妈，啊，你点么在创啥？无啦，我就想讲，敢有爱斗三工的所在，这无你的代志。文婷。没关系啦，我已经答应说我要做晚餐给大家吃，你去休息。如果有什么不懂，我再请教你就好了。我听不，那嫌你定地啦，干嘛来老店？哎，啊，就当着来来啊，